军军在我军之中，肯定有内应。张成功终究年少气盛，这姚光远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无恙而归。不敢蹊跷，我只知道阿远他是我的生死所缚。小心！恳请王爷许我亲自带兵南征。 必替郑僧人头来见。我想找一条出路，一条你郑僧和大明的出路。你向我指的那条路，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这条路，走，我没得选。 儿郎们，我收复白帆，身赴归航。杀！